台北股市喋喋不休，但是多头总司令张琦说，台湾走在对的道路上面，台北股市向上看法不变，不预设高点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相信呢？我今天节目给各位最具前瞻性的看法哦。 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哈，今天是十月二十四号，礼拜四，台北股市喋喋不休。哈，今天又下跌了，跌一四二点。哈，可能市场上太多人担心。 川普要当选啊，太可怕了哈！先卖再说，他未来会在台湾课税，没错吧？哈，先卖再说。投资者朋友来跟各位分析哦，哈，已知的利多跟利空。哈，台积电法说已知的利多公布后拉回四十块钱，有没有？哈，那所以即便是川普当选，现在是全市场知道的利空，当它利空前先跌。 等到万一真的他当选，那利空反而容易出尽。然后老哥位分析过了哈，每年十一月份纳斯达克都是上涨，至少最近十年都是上涨啊哈。啊，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来，好不好？再来看这个哈，今天跌一四二点二三一九二哈，二三六零缺口需要几天整理？是不是七天？今天是第五天了，所以答案蛮清楚的哈。来，先以各位解读这个讯息的哈。 多头总司令张喜说：“哎，台湾哦，他要走在对的产业道路上面，台股向上看法不变。哎，不预设高点，我有预设高点，他没有预设高点。好，那我们可不可以相信投资者来先检视？好，你要比方说，你要相信一个人的言论之前，好，他是一个台湾蛮重量级的人物。好，我们呢先来检视他过去，至少看上一次他说什么。” 上一次他讲的有没有乱说？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这是个很务实啊！你要相信一个人之前，你先检验过去的成绩单，没错吧？哈，好，他在九月份讲什么？九月进入震荡期，第四季还有高点。那跟我当初在录中秋节特别节目的时候呢，跟各位讲的一模一样。九月先下，然后呢，未来再上来，同我来检查一下哦，好 台北股市九月在什么时间？九月在这个位置有没有？我们预告是九月初，各位预告先下再上。那张琦在九月说第四季台北股市会有高点，是不是 OK 的？比如说他上一次的言论的发表出来之后呢，事后来做验证，真的是台北股市有高点，所以他们来哦。他今天讲什么？讲台湾在。 台股在对的产业道路上面，台北股市继续向上。我的答案是同意票，懂意思吗？同意票哈，好，为什么？看这个逻辑哈，你看哦，台北股市啊，外、呃、因最近几年外资都是呈现整年度的卖超，没错吧？可是，即便是呃呃之前有卖很凶的那一年，它的外资的第四季。 外资连续六年第四季都是买超，懂意思哦。所以说外资第四季回比回补台北股市的几率很高。那、啊、请问呢？现在是十月底，第四季的三分之一还不到，懂意思吗？那三分之一，现在台北股市先冲过去，碰到缺口压力再回撤，顺势做回撤。 未来碰出，当然机会大、啊，所以投资者今天是我投的是认同票，懂意思哈，所以务必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哈。好，看节目，呃，这个呃呃，继续看节目之前呢，哈、哦，第一，按赞支持我的节目很重要哦，订阅频道，什么 QR code 加入粉丝团，投资者来看我的技术分析哈。那张琦说的话，我说以我的逻辑，我是投赞赞成票，那投下赞成票不是胡乱的去这个呃这个赞成。 啊，我们接下来用什么？用技术分析来做相辅相成的来做这个解读哈。好、啊，我的技术分析我苦练二十一年，然后呢，我投资了你来思考一下，来检验一下哈。你这样，你要相信我之前，先检验我过去送的四次买点，它、啊、是不是精准无比，没有错吧？哈，我们在八月一号不要买。 我们等 A 跌完，B 反弹逃命，C 波跌完再买，OK 吗？好，OK 的话，务必要耐心做等待。所以证明我不是死多头，我在八，我在两万两千六预告还有 C 波下跌，结果呢，两天崩跌一千八百点，没错吧？就说你检验一个人好他的实力，用过去的这个预告、哦、事后来做验证，没错哈、哦。好了，一九九二的同胞，请问指数大跌。 姜老师是喷出送买点，还是大跌送买点？好，这个截然不同哦，截然不同。赢家掌握在相对低点，那输家呢？等喷出才事后一窝蜂去追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赢家跟输家，其实在你出发之前，在你出起跑点之前，你已经已经证，已经印证了一切，就已经决定了一切。 你看哦，赢家是趁低档买，我认为的低档，那我就勇敢去做执行，有没有？我们当天买 F 四，跌一千八百点，跌停板那天我买台积电、买联发科、买红海、买广达，买给大家看，没错吧？是狂喷的。好，第二次，同胞是不是又大跌？九月有没有先下再上？中秋月圆之后扣三滴是喷翻天。 所以我在二一零三一送你啊，教你 MACD 收脚的买点，那么是不是又赢了？好，这是杯柄理论，好不好？当天跌六百点，它的跌幅之重比今天还超过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当天跌六百点，杯柄理论因为杯柄理论就是我独创的，我苦练技术分析，我们独创的杯柄理论。哈，去年杯柄理论之后呢，狂。 喷翻天，没错吧？那你看是不是小反弹之后又回撤？来，这个是二二四，你没有买到二二四，老天爷又给你一次拉回。当天盘中跌也是跌个两两百点，哈，二二四三七，同是又是买点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他事来检视过去，请问这四次买点哪一天当天是上涨？没有，这四次买点当天都是下跌。 可是赢家的思思维逻辑，赢家的气质风范，就是一定要呃这个在研判未来有机会大呃这个呃喷出有机会大涨，在下跌的时候，请各位做把握，没错吧？那、啊、事后你做验证啊，先攻二三三六一啊，再战二四四一六，他们是不是完全命中了？你看去年去年背面理论是这样子的走势，投投资你来回顾一下。 请问去年杯饼陈型前有没有拉回？有拉回啊，甚至拉回一个半月呀、啊。啊，这边还拉回了两个多月，有没有？投资没有。可是时间拉长，请问你自己看呐、啊，有没有改变杯饼理论你后面喷发的走势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今年务必要把握哈，这是二二四的杯饼理论，然后是不是喷发了？就是、过去四次我送的买点，事后你看是不是精准无比？ 啊，要一个观念呢、啊，就自己再思考一下。啊，请问过去四次买点，那四次买点是不是大跌所创造出来的？啊，绝对不是哦。我未来看好张琪说第四季会持续往上攻，好，那我等它喷出去再追，不是吧？所以这个逻辑很清楚、很简单，没错吧？好，再来看我的缺口有没有？ 我我一直举例，台积电缺口要震荡七天，然后后面喷出了创历史新高。那台北股市，呃，如法炮制啊，整理七天，没错吧？是我目前为止完全一模一样哈。 好，来哟、哦！七天，我们预告点要整理七天，是不是？今天是第五天，还是两天了、啊、哈。来、啊、给各位啊、呃，最强的技术分析的教学，来，同学们注意看哦。左边是不是一个空方缺口，我们当初预告要整理七天是完全去复制台积电的模式。好，今天回撤第五天，好，注意看我屏幕上写的二三零七九，这是什么数字？这是颈线，这是一个大的市值买点成功的喷出之后创造出来的颈线的支撑。 回撤颈线，如果它没有摸到，就很强。万一有跌破，那未来就是两个模式哈。第一个是它没有跌破颈线，直接反攻的，这是第一个模式。那第二个模式呢？是万一跌破，稍微跌破一点点啊，但是它未来又能够重新站上二三零七九，就是第二个模式。好不，把这个画面印在脑海里面，请你把这个画面。 印在脑海里面，好，为什么？好，先给各位看答案，再跟各位讲为什么。好，注意看哦，哈，看，呃，应该应该很清楚了，哈。好，来，好，这个看完之后呢，我们来回归到台积电，投资朋友，好，马上对应到台积电空方缺口整理七天后，它一度有只有一天跌破颈线，隔天重新站回，不就是花了七天结束这个整理，然后启动喷出吗？ 是不是？所以两个模式自己比较一下，所以你就你就知道了。未来两天只要观察二三零七九就 OK 了，没错吧？所以技术分析不会太困难，只要你愿意学习，你都会能够获得成长。有没有？过去我送四次买点，如果你认同张喜，好，你投赞成票，未来第四季看涨，那未来看涨，那、啊、请问是不是趁拉回？ 未来会赚最多，那这就是逻辑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啊，就昨天张老师，另外我送大家哈，美债还有 ETF 的必胜方式，哎，真的获得很大的回响。昨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很多粉丝说，看完了我送他两张两张图之后呢，秒懂，秒懂，立刻懂说，说他以后绝对会有信心，因为那个方法太精准，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提供你一个复制成功的方式。 你看过我送你的图之后呢？哇，原来 ETF 这样子做胜率百分之百，原来用这种方式未来可以去复制在美债的反败为胜的道路上面，是不是？好，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哈、哦。所以我昨天已经送过了，哦，基本上我的长投如果时间拉长两年三年。 长投理念一定是零零五六完胜美债，所以我昨天送大家的两张图哈，一样哦，最后一天送了，以后不会不会再送哈，以后不会再送，在粉丝团留言零零五六，我会送你 ETF，包含零零五六，还有甚至美债的必胜绝招，今天是最后一天赠送，请各位把握哈。那、啊、如何加入粉丝团呢？ 扫描我的 Q R code，或者是说你在进 Lite 加入好友的这个地方呢，输入 at 好、啊，输入小老鼠 win 五八八九九，小老鼠 win 五八八九九，我发8九九把它记好了哈、啊，来淘宝各位分享，领先布局才可以享受被全市场抬轿的喜悦，所有的主升段的标股的样貌都是如此。你看哦，我每天解盘提供的园区地主讯息。 独家、领先、权威来做验证，好，每天都会把园区挖掘的讯息在节目上跟各位做分享，所以真的什么 Q R Code？加入粉丝团很重要哈，来 t o 台积电 o m 你看思考这个逻辑，台积电法说会报好，我们事先做掌握。上个礼拜一，上周四台积电法说，我在礼拜一讲的十个利多，十个利多，第一个是第三季财报优预期。 第二个是第四季展望给出历史上最好季营收的展望，好不好？十个利多讲完之后呢，结果公布出来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他还讲说第四季啊、呃、营收成长的中位数是十三趴，没错吧？是不是好，投保？你看哦，赢家早知道，那我知道，难道园区没有更多大资金的可的这个有钱人？呃，这个呃大股东知道吗？一定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好。 那当初的话，跌停板，那这是做全指股，甚至我刚刚送大家的，好，今今天送大家的做 ETF，你一定要学会的绝技，因为你一辈子可以利用这种方式重复去创造获利。买台积电，然后喷出有没有？上个礼拜一千一百块，全台湾有谁跟我说不要买，不划算？等股价喷出，全市场都在讨论它。 全市场都知道，它法收会爆出利多，这个价格买绝对不划算，是不是？一定事先讲，可是完全印证了哈，今天拉回四十块钱了、啊。你看，赢家赚两百八十七块钱，我们当中讲的这个口诀有没有？哎，人人气我取，趁超跌要有小卖没错吧？那果然是全指股哈、啊，包含 F 四最棒的暴赚策略。 把这句把它呃呃金句把它记牢牢记住，因为耳后你的一辈子，它可以重复帮助你创造好多次 F 四的买点，是、就、不是？这、就是全国唯一最棒的预告技术哈！你看哦，我们当初八月五号买 F 四，每一档都赚钱。台积电、台积电从一百六变成赚两百两百八十七，你刚刚看过了。来看广达有没有？今年初、去年哦，两百零七长线雪球股。 就是你要站在台湾首富林百里先生的肩膀上面，没错吧？你跟着他一起成长，就是滚雪球的康庄大道的理念。然后呢，头发，你看所有的全值股，头发，请问是跌买还是喷出买？一定是跌啊，广达大,大跌啊，长线好买点。头发听清楚这个逻辑。所谓的雪球股，长线大成长的股票，它的趋势是多的，好。 长线趋势多，那股票不可能每天涨，所以长线趋势多的股票一定是利用短线的下跌创造长线好买点。再一次，长线趋势多的股票一定是趁短线下跌才会有长非常棒的甜点价。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中哦。你看当初啊、呃，广达两百三，好不好？请问呢？ 买二零七好还是买两百三好，还是八五号？买跌停板二三九点五好，然后呢？还是等喷出追三2二好？你看的一样啊，礼拜二广达创新高啊，我说这个位置你不要追，跟台积电一样不划算。所以我上个礼拜五讲的，本周讲的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？来看今天的广达，他不，是不是礼拜二说你不要追嘛，不划算。 他们真的不划算呢、啊，就就回就回撤了哈。来，继续来继续哈。来，同学们注意看有没有？你看当初联发科买三位数，买九百九十三，好，买九九三。然后红海买跌停板，好，同学们注意看哦。好，你看啊、呃，联发科一路喷出一样高档不追，同学们注意看，它今天也是回撤，跟大盘一样跌，对不对？可是未来回撤是不是比较逼近均线？所以我认为哈，啊、呃，假设你当初错过这一天。 我认为你的机会它又来了，自己跟上哈，这些都是会员的权益，好，自己把握住了哈。跟各位讲方向，那这个盘中的买点哪里应该买，哪里应该卖，哪里不能追，好，这是会员的权益哈，自己好好的来做把握。好，再来看这个二三一七的红海，不好？有没有？你当初错过这个超跌买点，买这一天跌停板，买跌停它还有三天低点，结果后面还是喷出去有没有？高档不能追，说， 未来假设它有机会逼近短中线的短中期的均线，那或许是第另外一次机会哦。为什么第四季看好啊？第四,第四季张琦看好的 A 股是往上做发展，一定还是到头来经过修正后，还是要靠 F 四，没错吧？所以的不我的逻辑很清楚、很清晰，哪里能追，哪里最好的买点，哪里可能出现加码的这个这个机会，我帮你准备好了哈。 F 四基本上最棒的那个买点就是台积电跌停板那一天，啊，错过八月五号喷出提醒不能追，哎，是不是拉回了？F 四全部都拉回哈，或许会有新的机会哈，掌握到我盘中的讯息了哈，请各位把握住这个机会哈，一样哦。其实买这个 F 四跟买 ETF 那概念是一样的，所以今天今天我最后一次赠送粉丝团留言零零五六。 送你的长线 ETF 的必胜绝招，还包含可以应用在美债上面了哈，自己来做个把握了哈。好，另外跟各位啊、呃，这个呃讲一下这我们看好的主流哈，台积电概念股稀波商用化一样是看好。来，他们你看这个万润，他们看看清楚我的逻辑哦哈。万润我们当初买八十九十、一百、一百一十五对吧？然后呢碰到哪里？碰到五百四，好说了来注意看那、啊、请问这个过程有没有很磨人？ 请问雪球股有没有很磨人？啊，重点来了，能够帮你赚三百九十三趴的股票有没有很磨人？有，那、啊、你你要如何应对？你一定要必须去强烈的强迫自己，因为你以前没有这个习惯，所以刚开始你一定要用强迫的，强迫你自己一定要做到。江老师讲的是真的。 我要赚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四倍更多，我必须能别人所不能，我必须用整理期换未来更多的喷出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看这个六一八七的万润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涨多都会整理，头发你看哦，是不是？它、啊、是不是是不是涨多之后又又整理？你可以耐心等什么？等下一次整理结束的下次的机会，没错吧？ 所有股票都是涨最强的标股都是这种样貌，对吧？你不要想说我要利用哇短线去创造很多财富，不可能。我直接斩钉截铁跟各位说，不可能。我在市场二十一年，我从来没看过有任何人因为做短冲致富，懂我意思吗？升阳半五十五涨到一百五十了，吧？那请问这边有多少个整理？ 你要耐得住，这里整理五周，这里整理三周，这里又整理五啊，这个是啊，四周，总共七周。那么整理期你熬不住，你撑不过，你就无法赚一点七倍。所以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必须在股市的涨跌循环当中，帮自己架构出你的财富可以倍增的方法。 而这个方法，你可以这辈子重复来做使用。你看我们的机象，每一档都保证是真实获利，因为我们有超强 A P P 的辅佐，没错吧？相辅相成的哈。听清楚我的结论，一生务必牢记，这是我苦练二十一年出来的经验之所得。所有股票整理期都比喷出期长，所以你每次等喷出期去追，你都必须。 耐那个、呃、整理期的一个性质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讲养成好的习惯，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哈。中长线还是多，大盘因为今天跌没有改变它的大多头排列，所以长线还是多没有问题。可是你会不会发现啊、呃，轮动快速的格局当中，脚步就不能够急躁，有没有？大家都知道是多头，因为我的教学啊，可是进出场必须有节奏。 那我的价值在哪里？帮你掌握住每次的转折机会，同胞，你再回顾一下，每次每一波的下跌之后，我有没有帮各位创造翻倍标股？龙泽科啊、呃，也超过一百一十趴了，光剩两波已经累积赚超过三百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好公司抓出来，那再等好买点，然后喷出，记得减码，稳稳的赚，有耐心真的不难哈，同胞，我举例说明，好来。 哦，今天 C P O 出现这个大跌，来，他们你看哦，你看我的逻辑哈，来，他们看你能不能够认同？来，好，我们看我的新、呃，呃呃这个联军哈，联军我买这个位置，好，我买这个位置，哈，喷出去嘛一半，请问喷出后的拉回有没有跌破成本？啊，喷出后的拉回没有跌破成本，所以我赚的一百三十四可以接受哈，OK，好，再来，好，来看这个，好。 再来看这个六四五一的讯息，哈，今天跌停来，同话你看我的逻辑，哈，好，我的逻辑，哈，我们在低档，我把这个 K 线那十字线拿掉，好，我在低档卡位布局，我买二三六，我买二三，我买二三八，哦，福利社分享是二三七，哈，我在上个礼拜五这一天创新高，盘中涨九盘那天，我获利解码一半。 好，我解码一半之后，如果另外一半它没有打到我的成本，我就不出，是不是？这种方式可以复制刚讲的联军赚一百三十四趴的模式。可是他今天跌破我的成本，我就要出，有没有？好，你就说我呃出了一半啊，先出一半赚多少钱？先出一半赚了二十五块钱。 那我今天另外一半，我今天出了啊，我赔了四块钱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同样一档讯息，那赢家的操作利用固定和从很棒的模式，可以重复使用的模式。我们是总共赚了二十一块钱，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就说，你一定要低档卡位，高档要减持，减持后看有没有转弱，没转弱继续报，那有转弱出场。 是不是就是真正很务实？我看好第四季，所以我股票都不卖。不是，是你必须务实，利用我们所教学的很棒的可以重复使用的获利的这个逻辑。好，怎么？再举例说明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今年我的光胜，我你看我第一次买这里，我买这里喷出出一半，请问拉回有没有破成本？没有，没错吧？好了，再来，我第二次买这一天买三百八十二，好。 我买这一天，然后呢，喷出去获利出一半，请问喷出去拉回有没有跌破成本？没有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这么清楚的简单的逻辑，我在第一段赚了两百七十四趴，我在第二段赚了四十趴，加起来三百一十四趴，这是赢家固定培养出来的气质、风范跟方法。 懂意思吗？所以自己务必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哈。好，跟各位附带提一下这个 OTC，好不好？今天有点转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有减码，为什么减码？来，同学们看答案。好，我们讲这个扣三 D，好不好？你看过去的逻辑，扣三 D 之后不能够破转折支撑，扣三 D 之后不能破转折支撑。它今天有破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收二，我们讲一定要守住二两百七十二。好，今天从二呃看一下日 K 线。 从二七四杀破二七二，好，你同意有没吗？比如说，这个二七一跟我们取,取这个取这高值二七一点八九，我们取整数二七二，它一定要回撤后重新站上二七二，代表扣三 A 成功，才会才会立刻的攻击，不然的话，它可能要整理时间久啊。整理时间久，你就必须做什么？做自己持股的调整。啊，如何做调整？持股的成本就很重要，有没有？ 你获利出一半之后，获利减持之后，另外一半守成本，成本没有破安心，很安心的续棒啊。成本跌破，立刻做减持，持盈保态，有没有？别人讲的持盈保态是个口号，我说的持盈保态是方法，没错吧？所以真的很重要啊、哦、哈。好，我们再来举例说明啊，一档股票哈，好，今天从月创历史新高。 大资金会员上周买二九三，今天喷到三二八，十张赚三十五万。我们今天做减码，来，好不好？这、就是务实的操作。五四三四的重月今天喷新高，有没有？上个礼拜低档布局，今天有量喷出去，今天做减码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减码减码之后呢，另外一半呢，守成本。未来拉回成本不破，继续爆，破了呢，出场。懂意思吗？就是务实的操作，我都跟各位做亲自的示范了哈、哦，所以务必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 只做主升，只买齐涨，就是你获利的开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低档霸气布局，喷出开心获利，永远是你的康庄大道，是不是？好，务必把握住了哈。好，最后再跟各位分享哈，我们 A P P 的价值，你想要轻松愉快获利的 A P P 会是你最棒的好帮手。为什么呢？未来会喷的，通通帮你选出来了吗？看清楚哦，通通事先，事先不是事后。来看证据。 创威五十点四通知买，喷到八十九，没有一档是用追的。硬泰二十六喷到四十四，通通赢在起跑点，所以主升起涨，利用 A P P 可以享受到暴赚的喜悦。那 A P P 超强无敌万岁，因为简单、轻松、明确，没有人看不懂，没有人不会赚的哈。大盈伟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箭头多明确。 八十四，叮咚通知箭头要攻击了，主升起涨要喷出的八十四喷到一百四十三，这么轻松获利。然后呢，龙泽科五十三点七，第九根涨停，昨天第九根，今天创新高，好话昨天第九根是一一八，今天是一二四，再看一次哦，五三点七，A P P 叮咚通知你买，今天是一百二十四，来看扣讯为证了、哦、哈。 我们的龙泽科创新高，赚一百三十五趴，十张赚七十二万 A P P 的功劳，所以的话完全印证了哈，翻倍赚没有秘诀，跟着我的方法，哦，持盈保泰方法，我今天就说已经做很完整的教学，很棒的教学了哈，那未来都可以复制。 低档要霸气布局，A P P 帮你选，然后利用 S O P 来做操作，那喷出自然享受开心获利哈、哦。A P P 证明可以带给我们无限的光明跟美好，自己把握。要赚大钱，真的不能怕震荡，因为所有标股整理期、震荡期都比喷出期多很多的时间。好，所以你验证过龙泽科、验证过光盛还有联军之后呢，错过了有没有喷出，通通不能追。 因为一定是买低档，买起涨点哈。未来两季不只是第四季哦，我认为未来两季你都会是超级大赢家，务必把握。园区说第四季还有很多低基期，从头到尾都是买低期，不是买已经连续喷出的股票。第四季会有很多新标股大喷发的机会哈，复制光盛，复制龙泽科。 只要坚持住，只买主升旗涨，相信你一定也可以做到。那手中有任何持股的问题，参加会员或者是啊来询问我们的 A P P 呢，扫描 Q R Code 加入粉丝团留言就 O K 了。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祝您平安、顺心、赚大钱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 摩尔证券投顾，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